应该会很辛苦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帮老师做一些事情，减轻他的负担。请问老师的需要，问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帮忙到的东西，是听老师填写问卷，看有哪些我们比较可以帮忙到的地方。老师不拍照，我们觉得你每天都辛苦的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想要知道你有什么需要的帮助。快去到我们家，希望你可以帮忙提醒他们。不许讲话。签名吗？填写问卷。填写问卷。签名。那个红玉，你要唱歌给我听吗？你们一起唱一首歌给我听好了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可以倒水哦，怎么这么好啊？倒倒水。不行，倒水。倒水。倒水。快点，快点，快按，快按，快按。那首就是按了，按了，不用。系统不在那边。亲爱的，觉得你每天都是。辛苦教导，所以我想要知道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帮忙，希望你可以帮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做这个。大困扰就是，我们有提供很多书让同学看，书都会乱丢，他们买很多新书，学同学都没有好好爱惜书，然后希望呢有人可以帮忙我这个部分。好，这是第一。去交功课也是啊。还有不负责任啊，这个要写其他，不负责任。帮忙的事呢有很多，打扫啦，还有其他就是帮忙照顾宠物。五万五十同学，你哪帮帮忙？问卷调查，姓周君宇老师，教导科目自由班数学。最烦恼的事情，忘记上课，书忘记还，而且不能爱护。能够帮忙的时间，一二四的午休和大下课。我们能够帮忙的是，帮忙打扫教室。我是在帮周君宇老师整理书。老师的感觉怎么样？老师开心。就是刚才帮助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好笑，也很开心。我觉得那个我们能够帮到。